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瑞博集团 Dream Group 欢迎各位的到来和您宝贵的时间。 Dream Group Dream Fighting Championship 来自新加坡本次也是瑞博首次走进北京，也是继青岛最强者之战之后第二次来到我们的中国。本次比赛将以77公斤四中量级八位选手单败淘汰为主要特色，我们也会把本次的比赛作为一战成名。在我们发布会开始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瑞博集团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媒体和赞助商们。 他们是北京市国际体育交流促进会会长张耀荣女士，北京市国际体育交流中心王孝义先生，以及北京市国际体育交流中心江谦先生，以及优酷 PPTV 无知网易盟黑谷国际搏击俱乐部联盟。 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瑞博长期的关注和一直的支持。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有请瑞博冠军赛一战成名的所有贵宾登场。首先，有请瑞博集团总裁梁安逸先生登台，有请。梁安逸先生也是我们瑞博比赛的奠基柱石，一直以来。 在推广瑞博比赛、推广MMA比赛中起到了非常强劲的作用。接下来，有请来自新西兰的威廉·纳摩尔。威廉·纳摩尔绰号"汤加人格"，来自新西兰，本次也是我们重头戏之一。有请威廉·纳摩尔的对手，来自中国内蒙古秦哥。 秦哥也是我们国内的选手，擅长摔跤和散打技术。下面有请来自日本拥有柔道黑带二段的高手陈四豪人 Hideo Tatsumi。陈四豪人先生在投身 MMA 事业的同时，也是一位警察，他已经准备好了将任何挡在前面的对手掀翻在地。那么，女士们、先生们，请借助您的掌声，我们来欢迎来自俄国的三重穆斯利布。 经由李小龙电影影响了他，走上了斗士之路。散打沙皇早已在中国非常的著名，本次他将在瑞博对战陈四豪人，来实现自己 MMA 的追求。另外，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丹恩斯 Hart， 绰号"坏蛋"的丹恩斯 Hart 表现的也是极其香艳。 以及丹恩斯哈尔的对手，来自丹麦的老将铁拳Ole Larsen。Ole Larsen 一直以来在国内啊享有盛名，本次也加入了瑞博，给我们的77公斤一战成名奠定了更多的色彩。好，下面有请来自美国的 Fair Barney。 也是我们本次最重要的明星之一 ，Fair Barney 一直以来绰号"纽约混蛋"，在各个 MMA 的比赛中非常的抢眼的表现，以及无坚不摧的特点做派，给所有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Fair Barney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那么来自中国，这次中国有一位明星。 挑战他，接受了挑战，他就是绰号"玉面刺客"的宋克南。宋克南本次也是接受了非常强大的挑战，他的对手也是到目前为止非常强悍的，擅长散打和巴西柔术。我们本次的比赛呢，充满了悬念，我们的选手也非常的抢眼。 所有的答案将在10月20日晚上7点，万事达体育中心。请跟我们一起见证这历史的一幕。好，我们的贵宾现在已经就座，那么请借助各位在场先生、女士的掌声，有请我们瑞博集团总裁梁安逸先生发表讲话。有请。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吃了吗你呢？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过来，我们威利波冠军赛又过来，近这年六月在青岛成功举办威利波中国首屈，时隔两个月我们又这个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古都中国的蜀道北京。威利波冠军赛是来自新加坡的顶级 MMA 综合格斗赛事。MMA 综合格斗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运动，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的娱乐的节目之一。中国做了武术国际的发源地之一，武术文化刀子收入学院。本次威利波冠军赛北京站只一战成名，会踢去八轮冠军淘汰赛。这次选手来自世界名地的顶级 MMA 选手，相信会大家过来没看过这么厉害这么棒的选手。本次威利波冠军赛北京只一战成名，会有很多中国的选手在参加本土作战的，他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希望他们可以在现场上听到你们的大喊声还有你们的支持声。未来我们威利波冠军赛会继续在中国做这个武术大国举办更多高水平的 MMA 赛事，谢谢大家。好，感谢梁安英先生。梁安英先生本来有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在中国，他坚持要用中国话来给大家作为自己的发言。我们也了解了瑞利博落地中国的原因和期许。我们希望瑞利博在中国能发展得更快。那么，我们的总裁发言完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场的选手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现场的各位更加了解他们。首先有请绰号汤加忍者来自新西兰的威廉·纳诺。Yeah, my name is Will Namor from New Zealand.I live in Australia and I fight out of Australia in the top team. 好，下面有请威廉·纳诺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内蒙古的秦德来介绍自己。大家好，我叫秦德，来自内蒙古，来自克钦大草原的，现在在西安学院学习武术，希望大家支持我。我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在本土的中国选手。下面是来自日本拥有柔道黑带二段的高手陈四豪人。私は辰巳秀人です。ここでチャンピオンになるため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下面有请来自俄国萨利赫夫穆斯林穆，我们的散打沙皇来介绍自己。穆斯林萨利赫夫 ，I'm from Russia and out I fight out of.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 Dan Ensign Hart. My name is Dan Ensign Hart. I'm from North Australia. I love China. I want to come back here in October to tell you all. Beautiful country. Very,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Thank you. 那么有请 Hart 的对手，来自丹麦的丹麦铁拳 Ole Larsen. Ole Larsen. I'm representing Legacy Gym. I'm fighting for Denmark.下面有请本次的重头，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绰号美国纽约混蛋的 Phil Baloni。They call me the New York Badass. I'm Phil Baloni. I don't need to introduce myself. I'm a living legend in this game. The best ever. Phil Baloni 的对手，本次临危受命的宋克南，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一面刺客宋克南，我来自河北唐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我是谢，你说什么？我说我是玉面刺客宋克南，我来自河北唐山。I stretch his dude like a rubber band。能让他安静一点吗？
be quiet. Yeah, she's quiet. I'm gonna go through you like shit through a goose, buddy. 我会在擂台上暴揍你的。 用拳头说话吧。 We don't need right now, buddy. 想不想现在试试？ OK, 那么你现在想不想尝试一下我的拳头呢？ 比赛那天我会让你尝到拳头的味道的。 What'd you say? He just said he will kick your ass in the ring, in the arena. I'll kick your ass. 2 seconds, you're gonna shut your mouth. I'm gonna smash you, boy. You have no chance. You out of your mind? You know who I am? 好，我们继续哈。 现场的气氛有一点点紧张，前面我们的选手都很淡定啊，但最后两位的选手给了我们一点点小的花絮，下面进入花絮更加灵活的部分。经过我们前面的介绍，相信各位呢对我们的瑞利博也有很多的期许和疑问，那我们进入自由提问环节，各位可以向我们瑞利博的总裁梁安一先生以及各位选手进行自由提问，有请。我想问一下巴洛尼，您是第一次来中国吗？觉得中国怎么样？ I think it's a spotty dump. 做人要低调一些哈。这个比赛已经有点剑拔弩张了，我们现场的记者朋友还有没有更多的问题来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因为MMA在中国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近几年。那么请问总监，现在您觉得您在推广MMA这项运动在中国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还有挑战？ MMA 的困难在中国是有一点的重点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新的运动在中国，只是两年上年到了，所以我们要教这些年轻男孩还有女孩怎么是怎么锻炼这个运动，我们要推广这个赛事，好像是我们的公司中瑞利博冠军赛是变成一个体育运动，教过年轻人。 还有教他们的偶像可以变成冲可能，你也可以变成亲德的，在中国要好好学习，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 NBA 也带来了中国10年才火嘛，每个运动带了中国都是需要一段时间，哪个公司还是哪个运动都需要一段时间才影响来改变中国人的习惯。好，谢谢王先生。 我们的总裁梁安一先生和选手呢，为到场的各位嘉宾和到场的媒体逐队进行合影，来记录这个宝贵的时刻。有请暂停吧。好，感谢。有请下一位，林东和苏敏和穆斯里木，有请。 下一位，有请 Dan Ensenhart 和他的对手 Owen Larson。好，感谢两位。有请我们今天最活跃的一对对手 Phil Barney 和他的对手宋克南。给我的感觉就是，在他整个的发言中呢，都满含着对我们宋克南的轻蔑啊，而宋克南的整个的表情就像另一位陈真。 今天的会场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我们在10月20日万事达体育中心晚上7点跟各位不见不散，谢谢。